透明，白色的沙滩，温暖的阳光，还有什么比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喝着鸡尾酒更能让人放松？来到罗丹一定要体验滑索，感受在热带雨林滑翔的快感。我准备好了 ，Go！滑索的路线超过2公里，有18个平台，覆盖整个林区，全部滑完至少半个钟头。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再三确认安全装备和正确姿势，就算是初学者也能以惊人的速度穿越丛林，感受肾上腺素的刺激。每一段滑索都是让人难忘的回忆。Aquí tenemos varias actividades que nos rodean, tenemos bastantes canopies que están en las montañas.También tenemos canopies que pasan sobre el agua, completamente sobre el agua. Tenemos museos, tenemos restaurantes. ¡Wow! 海狮互动是来到罗丹必备的体验行程之一。不过你看到这海狮呢，皮这么大，所以其实靠近它呢，需要一点勇气。许多游客都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海狮，抢着拍照。如果抱着海狮不过瘾，另一边还有抱花豹的活动。为了安全，设计在水中体验，让胆子大的游客可以直接接触。园方说，因为花豹是从小饲养，其他花豹可不能这样摸，采取预约制，控管观光品质。罗丹岛面积240平方公里，是金门的1.5倍大，位于洪都拉斯北岸约60公里，世界闻名的潜水和度假胜地。90%的土地都被热带雨林覆盖，生态环境良好，曾经是加勒比海地区海盗活动的基地。岛上的白头卷尾猴也因为电影《加勒比海盗》船长身上的聪明猴而大受欢迎。Lo mejor de los monos en Ambalema Park es que están de una forma natural, lucen como monos salvajes, pero pueden tener interacción con las personas. Normalmente hay mucha interacción con animales, pero están o amarrados o en una jaula. Aquí están libres. 除了卷尾猴，在罗丹岛的热带雨林保护区，还有成群的绿鬣蜥、大型鹦鹉随处可见，都可以跟人亲近。雨林中高大的乔木、多层植被、木质檀木的植物随处可见。你现在看到我手上这一颗一颗很像熔岩的果实呢，哎，其实它来自于这个树上，你看结的成串成串。不过这在洪都拉斯呢，尤其是在罗丹岛来说，哎，这个是当地人成分叫做火火把，也就是什么，哎，这个如果沾了水，用手拼命的搓一搓搓一搓，它会搓出非常多的泡沫，也是当地人最爱使用的天然的清洁剂。罗丹岛，洪都拉斯有许多风景区，也是中美洲票选10大最佳旅游景点之一。像是皮卡丘公园的耶稣神像，就有小鲤鱼的称号。而在西北方的科班，1893年，两位美国考古学家深入雨林中，发现一座荒废4000年、被藤蔓缠绕的玛雅古城，如今被规划为考古公园。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Les invitamos a que visiten la París de América, la Atenas del Nuevo Mundo, la ciudad más artística, sin temor a dudas, que los antiguos mayas pudieron haber construido en la época de oro, en la época de esplendor que ellos pudieron vivir en esos momentos.神庙建筑有许多雕刻，最为特殊的一座象形文字梯道金字塔，63层的石阶，上面约有2000个文字，是玛雅文化发现最长的铭文，记载历任国王的丰功伟业，也是玛雅文明的百科全书。Que te cuentan toda una historia con los jeroglíficos mayas y se pueden ver unos túneles de todas las excavaciones que están haciendo acá en estas ruinas que se dicen que son una de las más excavadas.来自古巴的丹尼看过好几个国家的玛雅遗迹，对于科班古城所保存的原始风貌印象深刻。在遗迹外的古城，西班牙风建筑，缤纷的色彩，石块铺成的道路，街道上奔驰的是随招随停的3轮嘟嘟车，处处留着中美洲小镇元素。时间在这里似乎过得缓慢，吸引想要远离喧闹城市的游客。
红国看准商机，也鼓励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资金前往投资。从罗丹岛到科班古城，带动红国的观光产业和经济发展。